怎么他就没事？别，我说他
放了点好处看，我要看成气了这。不是怎么机会？您怎么就没事呢？那你幸运呗。各位可能不知道啊，说这不是说幸运的事儿，是大家不知道这个病有多恐怖啊。嗯，他这个病叫什么呀？嗯，叫颅内动脉血管肿瘤破裂，根本就死得过。这解恨来了，这干嘛了？你这是这心脏爆炸的强度，不，不要这身上啊！你就说就完了，就是整个您颅内动脉瘤爆裂。听你，好家伙，这怎么跟您形容啊？啊，您哪位破过痔疮没有？这是一码事吗？这个脑袋又长痔疮了？见过呀，我给大家就说的浅显易赅一点啊，没这么比的，知道吗？不是这么比吗？不是，我再给您想想办法怎么说啊？哎呀，就是青春期大家都有，哎对，挤过青春痘没有啊？就是长成了啊，啊里边连脓带血，一挤，这比那痔疮强不了多少。别这么形容好不好？怎么反正就是脑动脉瘤，脑子动脉有个瘤，是，好家伙，砰就炸。炸完以后啊，也是说他这辈子没朋友啊，一个人去的医院。废话嘛，这赶上了，这是。哎呦，一步一步的奔医院那儿爬呀，是爬，没办法，站不起来了。哎呦，头重脚轻奔过爬呀，就跟来剧场是一样的。别提那来的时候了。哎呀，爬呀，哎呦，奔医院，好不容易爬到地儿，嗯，一进去。救命啊！出去，出去！什么医院？那都是小卖部，瞧香都带劲的。不是医院，什么眼神？哪有医院？只是朝阳医院在哪儿？我们哎呀，爬进去之后，总算进了医院。哎，进了医院之后，人就是体力全完了。可不是，所有的精神寄托就是去医院这条道。对，进去了。我活了，哎，啪往那儿一躺，是各医院说这怎么办啊？这他能交得起这住院费吗？院都磨成这了呀，这破衣烂饭就是这什么人呢？这磨的人还好啊，有一位好心的大夫，不容易把他认出来，哎，说给老观众，是，哎呦，这不是说相声那个陈老师吗？认这么说一段。说你熟悉的事把你意识呼唤回来呀！啊，我以为他喜欢单口相声。哎，呼唤回来呀！赶紧这达人又怎么怎么着？哎呀，一通抢救，照片子出来傻了。怎么着？脑内啊，就跟卤煮似的。就别治了，都对了。对不起啊，这么说是我不对。哎，对，咱们得照顾在场的观众，各种民族啊，这跟杂碎似的。你还是卤煮吧，省得山西，你知道吗？坏了没法治，就是出血了，就是脑里边都是能都是流的破了那些东西。好家伙，哎呀，这可怎么这怎么弄啊？赶紧吧，这怎么弄啊？赶紧吧，哎，赶紧，这得开颅，哎，开颅手术，开颅手术，大家也看过电视，哎，陶斯医生啊，心术啊，哎，好些这个里边都有开颅的过程，对，大家都明白，是用一个那个锯，哎，对，小锯，医用的那个小短锯。小短剧嘛，小短剧，好家伙的，一个大夫拽这个，一个大夫拽这个，你让这俩木匠出去，这是开颅吗？这个，反开颅吗？我也不会，反正就给开了，哎，这叫掀了，这叫没那么开颅的，知道吗？断眼儿，断小眼儿，哎，我不死也得搅和死了，行了。就别瞎说，就钻开眼儿吧。哎，对，钻开眼一看啊，太恶心了，不是吗？瘤子破，对呀，好家伙，肿瘤啊，这是，不是吗？这怎么良性肿瘤也是肿瘤啊？对呀，破了，这怎么弄？凡是先清理一下颅腔，哎，这必须把腔内清理，弄点管子，这给鱼缸换水呢，是怎么着？有这么清理？那停电了，那要怕耽误救你啊，来不及了。什么大夫？管子伸进去，哎，吸到嗓子眼的时候，实在忒恶心了，我都替他恶心。那我要换。
灯光一照，哇呀！刚才就一个人住，一屋子全住了，多新鲜！哎呀，这怎么弄啊？赶快清理吧！还得清理，拿一勺。哎，这么清理啊？把录像一会儿弄，不是干干净净，哎，赶紧不行。哎，一看，哎呀，是不是？是咱们是不是慢脑子装回去？你逃脱呀，这个像话，脑仁儿别摆出来。干干净净嘛，没那么干净。脑子弄回去，弄回去，脑子倒回去，这儿还一块，你弄回去，往里倒点脑浆，脑浆。都干嘛呢？您这儿找出血点？哎，对，赶紧找，得找出血点的。对对对，动脉上那瘤子破了，还滋滋滋那滋血，多恶心！这大夫一看，喝这。滋血滋新鲜，我当了千年大夫没见过这么滋。哎，老张，你看你见过这么滋的没有？你这干嘛？新鲜新鲜，这快快快，录像，咱们医院有了材料。现在叫主任去，叫主任去。你这看喷泉来了，光看着不堵啊？得堵上啊！赶紧的，堵上啊！用这个肠衣，肠衣，哎，干嘛用肠衣？肠衣好消化，好吸收啊。好吸收，好吸收，好吸收，裹上，裹严严实实，两边一扎，哎，对，像这不流血了，哎，不流血，加个热，是吧？啊，我脑子还加热，加热杀菌呢，有细菌，你得加热杀菌，加热杀菌，那当然了，啊，但400度的高温能把细菌杀死，我也就杀死了吧，我有400度烧脑子吗？这个。哎，您没明白，那能整个脑子烧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微创啊，微创，就那一局部加热，就那出血，是吧？一勺热油，你爱吃生的呀？是怎么的？不还是烫死了吗？我也不知道手术怎么做的吧？别瞎，是不是啊？反正都弄挺好。哎，是是是，退出手术室。哎，出来之后，他媳妇跟门口等着呢。是啊，等着呢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过去问问去吧。是啊，大夫，这老公陈素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啊，大夫跟他是良性肿瘤嘛。哎，对，大夫先拍戏。哎，肿瘤，这癌肿瘤。嗯，陈素得的是癌肿瘤。有点傻。哎呀，赶紧打电话。是是是。喂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我没结婚的啊。什么媳妇儿？这没过就聊上了是吗？像话。听说癌肿瘤啊，那你不行了。不是癌肿瘤，哎，良性的肿瘤，是是，也不多，7-8个，对，这破了一个，对，知道吧？剩下我们拿钱都钳住了，哎对，哎，再报的时候我们赶快送过来，你，是吧？这个没什么大事儿，哎对，进那个 ICU 吧，哎对 ，ICU 里边待了2天，是 ICU 里重症啊，待2天，对，没有知觉，没有知觉，就这样，就光拉屎，你。什么毛病？之前吃的那些个，哎呀，真是呜呜啦！大夫给他接，哎呀，行了，接出来了，比脑子得好看多。你这什么脑子呀？这是？哎呀，你说这意思吧？哎呀，转到了普通病房，哎，差不多。亲友这才能来探视，是是。先是他爸爸来了，他爸爸来了，看看，哎呦，天哪，过去看，爷爷，不是，等会儿等，我跟我爸谁脑子有毛病啊？这个。看着我叫爷爷，您不懂啊？什么？幼儿丧母，中年丧妻，老年丧子，人生大不幸。对呀、啊，你父亲以为你没了呢，好吓人！这会儿别说管你叫爷爷了啊，管你叫儿子都可以。本来就该叫儿子，儿子，行了吗？什么人呢？这都是多么好的捧哏演员！你这不是废话，儿子，你有完没有？不是，不是，儿子，你醒了，看看我，爸爸看见来了，看见了，看见来了，再看他，哎呦，术后大手术，哎，术后人没有知觉，哎，就这样，糊里糊涂，对，睁眼看看，啊，啊，谁啊？连人都不认，是爸爸，哎，带着是吧？哎呀。起不起来，人不认，不认识人，正常术后反应。对，我大夫过来，哎呦，陈老师，来一段啊！又来了，我治好了不跟人来一段？没听说过。陈老师，怎么样？有意识吗？最近感觉怎么样？疼不疼啊？哪儿疼啊？别说呀！啊，别说呀，让我说呀，哪儿疼啊？别不说呀，是吧？怎么样？舒服不舒服？啊，
不知道。话都说不利索，不行。护士过来了，嗯，哎，陈老师该给您换药了。您身体哪儿不哪儿疼吗？哪儿都疼。我就见死在床上。什么毛病啊？这个半死不活见女护士，我欢着了。嘿，刺激呀！什么刺激？刺激呀！哇，这玩意儿这么一刺激，啊，病情飞速好转。我呀，医院也发现了，陈老师好着，你看，把全医院最漂亮女护士全叫这病房来了。是的，天天，哎呀，陈老师，你怎么说一段啊？啊，哎呀，陈老师，你脸真大。围着他吧，这五天的功夫下地跳绳去了。行了，别这还双摇，你这还多死呢吗？这反正这恢复神速啊！什么女护士啊？恢复神速，啊，无论如何，今天您是来了，对对对，是不是也给大家带来了惊喜？哎，是不是？您这个病那会儿我们不说了，哎，好，您今儿来了，哎，咱们哥一个问，死死实实，咱们给大家说一段。你看，小军上来算对头。我这费劲巴巴的赶过来算半半个人。哎，不是，你等会儿啊，我多问一句啊。嗯。不是，我那出场费你也不会只给一半。瞧你舍财不舍命这个样子。舍命不舍财这个样子啊。你还好意思提钱？怎么了？你记着你住院那会儿我看你去啊，就你那模样你还记得吗？住院那会儿 啊，刚醒过来认识人，我看他去，是，我先给打个电话吧，是懂事，看人方便不方便，就是在人方便的时候才能去，就是。打个电话，涛哥，我看你去啊，你缺什么？给你带点东西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啊！哎，都挺好，能来我就很感激。哎，啊，人来就行。对，啊，他非要给我带啊！啊，给我带个笔记本电脑吧。你怎么没贪财好色是吧？啊，把我那笔记本给我带。哎，带过来，因为你听说最近跟小马合作了，哎，新作品，嗯，我得看看。对，啊，我别丢了学习，是吧？带过去啊。你就给我带那个最新的视频资料。哎，对，最新就上回你打电话没说完那个。我还有点别的没有。说这意思吧，就说您这个人性，你还要出场费？我怎么了？这个出场你就这么半个人来了，你说人来了，你凭什么不给我这出场费？哎，当然了，陈老师的精神咱们是应该学习。有钱呢，是吧？不是，陈老师精神不死。这。陈老师永生，你这扣开了，谁跟你谈清楚？我跟你谈物质。陈老师物质无边，给你也掏干净了。哥，你别这行，不要。我这怎么就不给我这出场费？凭什么给你出场费？不是，我不扣你钱就不错。你凭什么扣我钱？废话，啊，打有相声那天到现在，小两百年的功夫。是啊。您见过坐着轮椅说相声的吗？啊，你对得起观众吗？扣开了，对不对？扣开了。说实在的，今天你要是站起来，我一分钱不短你。还是你坐着你。你早知道你没事，我说那仗义话干嘛呀？都什么人呢？这都是啊！我跟你就这样人，你是不知道，马之然那香就算白烧了。我跟他说雍和宫不灵，不是憋着我死了是怎么着？这你说
说什么人性啊？哎，您是不知道，打您病了之后，二班有一位换一位，我们全去谈这事，这么仗义，那还了个愿。干肩膀吗？这不是就这么说话，反正就这么说吧。今儿您站着说没问题吗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咱哥俩正正经经好好的，哎，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学徒王自健，学徒陈素，上台鞠躬。今天来了之后心里挺揪心，不知道啊这能坚持多长时间，反正咱们实话实说吧，就是死在台上算是光荣，没句人话好吧。哎，你看尤其看陈老师脸上添了新玩意儿，哎，来给大伙展示一下，看这枣印儿，别学高那个割枣的那个，学高你不割枣你成人吗？没听说我是树后的。您这就是我老说您切糕，您为了配合我，您这不是说太仗义了？哎，就这道疤，哎，我觉得在您脸上挺漂亮。没听说我疤哪有漂亮？不是，就您脸上长了疤这件事儿啊，挺漂亮的。我招你惹你了？这跟您开个玩笑。哎呀，不知道您这么病了之后，祖国出了很多的大事啊，这倒是。是不是前阵子小日本又跟钓鱼岛那边这那个啊？我心里话说，离我们祖国大陆那么远，一早，你没事跑那儿耀武扬威去？那钓鱼岛有本事你上钓鱼台。这脑子刚好，你看我脸生痣行不行？到钓鱼台我们家旁边，我揍他。知道吧，仗义，我还不信摔我个儿不算太高，打个日本人呢，爱国青年吗？相当鸡贼啊。来，先说要打日本人，谁说我提前出院，你得找个有钱的人讹呀，你我为这出的院，咱们说这意思吧。哎，说实在的啊，很羡慕您。羡慕我？羡慕您这样的普通人。不能，我还普通人，像您这意思，您还不是普通人？我不是，我不好意思说。不是您大胆说，您什么？我是天上的星宿下凡。多多，星宿下凡，星宿下凡啊、哦！我说您长得有点像六小龄童老师。我别学了，还星宿？不是您什么星啊？扫星。哎哎，就是一丧彪嘛，您。我扫地扫可干净，没这么说，扫地干净就是扫的。哎，会扫地就是扫的精。嚯！哎，那当然，你这是那个摇头摆尾会跳舞的，这是什么呀？舞曲星。舞曲就是那嗨曲是吧？哎，陪牛头聊天的怎么样？牛郎星，啊、这个很贴切啊。还有那个每天你魂牵梦绕的，你最最爱的那个电影明星金星，哎，不像话啊！我那么多小故事，我非来云工合成的干嘛？我这老坑的吗？这不是怎么说话呢？金星像话，金银财宝的金啊！说您喜欢钱，哦，那是很正常，这不丢人啊！当然了，在座有一位算一位，有不喜欢钱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就喜欢钱不算包的，哎，扣开了就够了。包子里，你什么包子？有一位算一位，有不喜欢钱的吗？都喜欢，没有不喜欢钱的人。对，不是跟您吹啊，啊，怎么着？就我来讲啊，确实是扫不净。您，不是您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，这怎么聊啊？这刚才聊钱呢，怎么又回来扫不净？不是说别的啊，一辈子太倒霉了，至于不至于？一辈子没顺，不会吧？一辈子没有顺，是吗？啊，打扑克没见过三四五。多余同志这局下，哎呦，从小到大就这么倒霉是吧，一步一个坎儿我磕过来，真不容易，日子过得不容易啊，是吧，从头给您说说啊。行，您说说。上小学的时候，小学就这样，就体育课吧。哎，对啊，是不是都得去？是啊，我身体不好，
那更不锻炼。身体不好。嗯。小学嘛，是上课跑步。哦，跑步锻炼。要跑4000米。你这小学够狠的，4000米。让跑跑吧。跑吧。跑，哎呀。您这我身体也不好，是为了保住我这个倒数第二的好成绩，臭不要脸啊！这我在我身后那个小胖子要抄我的时候，啊，我憋了憋一下，不损啊！嘿，啊，我您知道我那个小子攀个攀的早，哦，长得高，攀个攀的早。您那是多高啊？我那会儿多高我记不住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啊，我坐公汽车不用买票，不到1米1呀，啊，我这。这什么个儿的？您别的不那看看，这个小胖子，哦，那没呀，知道吧？哦，他本3年级那会儿是1米64啊，不是，而且1米72，不是那个一巨人症，知道吗？您这别的不人家吧？好家伙，这还是普通啊！他一跑步啊，啊，心跳这么一快，是又长高了50%，他跟绿巨人一个班是吧？这个什么同学呢？都是回头一看，张牙咧嘴过来，哎呦我，给我都吓蓝了。下蓝了，我跑吧，跑啊！我撒丫子我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喊呢。怎么样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阿斯猫来了！绿巨人大战蓝精灵，你知道吗？这俩打得起来吗？这个？哎呦，怎么跑我是没跑开。是是。这个胖子过来，砰一下，哎呦，给我撞一屁墩儿。没胖了就不错了。怎么？我都摔着了，你活该。摔着了，哎呦，给我疼的呀！是是是，疼都不叫事儿。哎呦，就那胖子啊，损透了。怎么的？绕到我前头啊，给我这儿放了个屁，给你个面子啊！我提鼻子一闻啊，嗯，这个臭我一样，不是这恶心不恶心？不是您好这口啊，是怎么的？这时候有深呼吸的吗？怕糟去了。哎呦，我是连晕带疼啊，我是起不来了呀。活该！这会儿看出体育老师疼过来了，是吗？我们体育老师是个女的啊，女老师，我们都叫她小雅老师。啊，小雅老师，小雅老师，这会儿一看我摔倒了，啊，赶紧就跑过来了，啊，赶紧扶起来，就鼓励我，鼓励在旁边鼓励我，怎么说？加油，站起来，别放弃，别放弃，站起来，行驶，站起来。这他妈成不杀之，这是你们这是小学是小动物俱乐部啊？这个啊，玩动画片这点事儿，人家小神龙俱乐部。哎，行，咱们说一遍，你们录音能用的啊？这看看小没听说过，你们啊，不是你们这小学，你这小动物俱乐部，小神龙俱乐部，我没看过这玩意儿。讨厌，脑子就是慢。这玩意儿倒霉玩意儿，你这。那说说实在的，这是上小学这么背啊，嗯，天天让人欺负，对，心里可难受，嗯，一路跌跌撞撞，对，到了大学毕业，这个脑子还上过大学呢。哎呦，大学这4年呢，心里委屈死，怎么了？背，怎么背了？同学们天天欺负，哎呦，笑话我，是，哎，说我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天的没招没落，是大学4年啊，没交着女朋友，啊，这4年不白上了吗？刀子玩的也不好，哎，别提那，一直到毕业的聚会上，哦，散伙饭，我们班有3个耍单的男生，哦，不约而同的坐在我们班花小美那桌。要出事儿，小美也是一直没有男朋友。我喝了点酒之后，嗯，哎，话题聊开了，哎，发现小美没有原来想的那么不容易接近了，可玩儿，甚至产生一种相见恨晚的奇妙感觉。这看你手快了，这个不错呀，是啊，嗯，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啊，小美站起来，嗯，拥抱了我们3个人其中的一个，哦，又把项链解下来，给了我们3个人当中的另一个。姑娘玩得够嗨的，就如同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嘛，啊，什么也没拿到的人是我呀。该你怎么到的啊？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喝口酒啊。你多喝两口吧啊，就剩这个了。喝口酒，嗯，哎呀，哎，整个身上那种挫败感，嗯，几乎就能让人看见。你那喝上脸了，整个人难受。
小美走过来，一把手把我手抓起来。哎，王自健，我跟你说，一个拥抱不一定代表着比一个拥抱更多的东西。哦，而我们要项链呢，可能还不到20块钱。嘿，我给他们这些东西只是为了让他们尽快的走，而我准备给你的，是一个对女孩子来讲价值连城的东西。你瞧哎。陈老师，您是内行，不敢当。您给说说这价值连城的东西是什么？还想吃什么呀？他约我半个小时之后，自习室见面。哎，不是，麻利儿，赶紧去吧，去吧。是啊，回宿舍啊，从里到外洗了一下，刷了个牙，把这头发捋干净，都得有。我奔自习室我就去，哎，赶紧去。到那儿一看，那姑娘在那儿等着我，这么强啊！这姑娘先来了。哎呦，我过去我刚说小美，咱们这价值连城，自习室没有人，咱们哈哈哈哈。咱们情况啊，这就他递给我东西，什么东西？拿起来这本儿一样的东西，本儿一样。仔细一看，上写着一行字，怎么样？10万个为什么？送本书啊？这是为什么？你翻那书不就知道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，我是不是得问问？问问啊，对对。不是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小美，不是，咱不开玩笑。哎，对对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什么对于女生来说价值连城的东西？就是啊。你这是啊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说。我说了。小美说酒还没醒啊，打了酒嗝。是的，我给了你知识。不是，这校花是不是你传着我书里？我再这么玩人的不带。正这功夫啊，全班同学都过来，我还围观，这串笑话我呀！哎呦，我心里多难受，你这个难受，我进去一室之深啊，我把裤子都脱了。哎呀，好容易有这么一回，你还折到这儿了？我是不是太倒霉了？这是倒霉推的，这都我这一辈子扫兴下凡呢，我这。我的人生不顺啊！不是，我劝您一句啊，啊，这事儿虽然巧，马上一走上社会，同学没联系，这不就好多吗？别提走上社会，怎么了？走上社会更不顺，这又怎么了？这上了社会之后啊，好家伙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得找工作。废话，现在工作本来就不好找啊，这当然。您知道我又是扫把星下班，您可以从事环卫工作吗？我知道。不是不想去啊，有仇人。不是拿勺打去的，不是不想去啊，是怎么的？你真正扫的街还行。哦，这还行。万一让看厕所呢？啊，厕所怎么？就我这个运气这么差的一个人，我一不留神在跟儿歌里唱的是。哎，等会儿怎么办？不是，还有倒霉儿歌唱这个呢？你不知道啊？知道啊。我给你唱一个。唱一个。小小姑娘，清早起床，提着裤子上茅房，茅房没灯，摔了一跤，喝了一口酸梅汤。酸。酸梅汤，你这。这倒霉玩意儿，什么破歌的？你还小点儿，这是不是万一出现这个窘境，我可怎么办？找点别的工作，还有好些人过来笑话我呢。是，我这倒霉了，找点别的，找别的工作。对，找什么工作？我好工作找不着，我次工作我还找不着。您干起，怎么办？我当保安就行了。你大学毕业干保安去？我当保安去，这差点儿。学毕业当保安去？哎呀，上银行当保安去？干嘛非上银行当保安？我学金融管理的嘛。耶，学完金融管理上银行当保安去？一个系统的呀。这哪儿看出一个系统？一个系统，银行当保安去？这还到那儿去，然后混出来。出，怎么当保安人都不要啊？没有资格证书。
啊，对，像这正规单位保安都得有培训上岗证。这保安还必要个证书？哎，如果大学四年上完了，嗯，我再扭头学个保安去。哎，这罐儿养王八，越养越抽上啊。没听说过，是不是？谁学这？干脆我上街道办个证去。哪个街道办这证啊？这个，我上街上道上抽抽电话，我办证，办假证，不是那办法知道吗？一个保安谁管你啊？那也不应该、啊，是不是？办个证去，打个电话。抄去，给打电话。嗯，哎，我要个保安证书。不去。对，我要一个啊，高级保安师资格证书。您要点脸不要啊？还高级保安师？你这我不知道怎么着，我叫最高级的吧。哎，叫名校的著名培训机构，赶紧的，赶紧的。第二天给我寄过来，我管一张照片啊，日期什么规则，全都有。真的一样。不错，拿着去，对吧？到那这儿还轰出来了。怎么又轰出来了？你昨天没证，今天就有证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你脑子有屎啊？知道。非得去同一家银行，您换一场不成啊？舒服了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换一个银行，哎，对，还是我有证了，哎，对，给我工作，哎，是我当保安，对，快点看证，快看快看，吓唬你，哎，对对对，拿我人一看，嗯，哦，这您照片都行，是这学校是，嗯，出差出差，你看这还不假的了，这不得。不可能啊，怎么做的可真了，是吗？好几版啊，哎呦是啊，怎么会有假货呢？仔细看看照片啊，照片，照片是我呀，啊对啊，日期也对，嗯，什么底下字儿一行一行都没错，怎么看学校啊，哎呦酷，怪我，怎么怪我啊，他这个要是红油泥印的呀，啊我就看出来了，是啊，他是钢印印的，钢印印的，钢印印学校的名字啊，这不仔细看看不出来，他写什么学校啊，美国西点军校蓝翔培训分部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假证，你的假证，这是这几百块钱花的，好几百呢，活该你死不死啊你，我这怎么办呢，让你找这名校找的，哎呦我这可怎么办呢，哎，人生没有活路，哎，想办法，就是这么不顺，是是是，他先瞎溜达吧，哎，溜达溜达，嗯，看您招聘启事，招聘启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，招聘什么呀？尼姑庵聘尼姑，这玩意儿还有招聘尼姑，招聘尼姑人写着呢，啊，招聘尼姑要求硕士以上学历，哇，干满三年者月薪七千，方丈以上月薪三万，朝九晚五，下班以后不干涉私生活，这能是好庙吗？我说。你啊，这是假的，这是骗人的，别上当。管那个去呢？啊，我应聘去，我找工作再说呀。你，我应应聘，我仔细看看啊。这还用仔细？哎呦，我发现了一个对我来讲不太好解决的问题啊！您才发现呢？人家需要硕士学历。不是这性别，您根本都不琢磨是吗？变性哪有考研难呀、啊？不是，我问你一句啊，啊，不是咱俩谁变的金星呢？我这是像吗？算了吧，算了，我这念一下吧。哎，是趁早断了。哎呦，又干不了了。哎，是你慢性吧？哎，哎呀，看着这个硕士学历的要求，哎，我是恨恨作罢。你还恨恨作罢？您慢性去吧，这个啊。是，要不然一辈子也做不了吧？哎，是，多新鲜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再想点辙，怎么办？就是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一晃半年都荒废了，瞎飘着，没有工作。嗯，我咋办呢？大活人还能让酸梅汤憋死吗？别提这酸梅汤了。干脆怎么着？我创业。哎呦，我说这创业好是好啊，那一有本钱二有手艺啊，本钱跟家里要一点吗？哦，手艺现成的。哦，您会什么呀？开饭馆吧。我这您懂吗？这个家里世代开的饭馆，那应该没问题。饭馆我懂啊，是吧？饭馆这行啊叫勤行啊，这怎么说呀？起早贪黑的挣勤快钱。哦，这么说是不是？嗯，哎，而且勤行呢、嗯，单有勤行一路的行话。哦，这咱还不太懂。哎，比如说说，摘菜的不叫摘菜，叫什么呀？摘心。哦，摘心。哎，做肉的不叫做肉，这是堆上。堆上。面点的不叫面点的，这叫什么？白面。多大学问！哎，咱有这么一路行话，咱都懂啊。啊，咱明白。不光说这行话，咱们懂 啊。咱们对这个食材也必须得懂。我这食材有。首先呢，人体你必须精通。不是，您狮子锅开买的
去是怎么着？这有人体什么事儿？这不是，是没碰、肉体必须得明白，就没听说了啊。肉体像话、肉食呢？肉食啊，哎，这比如猪身上的每一个部分，那可不是吗？叫什么你都得怎么吃都得明白，这是学问。哎，每个地儿不一样。对对对，比方说吧，这是蹄儿，你啊，这是前肘，你这叫腱子，这是里脊，这是板内叫什么？这像话吗？拿你比。拿我比，那拿你这小气劲儿的，拿我比，哎，比如这儿，哎，这叫腰窝，这是痒痒肉，别到你这儿放个痒痒肉呢，你不信吗？你干嘛呢？你这开饭馆的动手动脚怎么回事？痒痒肉吗？不像话，怎么你这儿痒痒肉，我这儿腰窝呢？我是人呐，我也不是猪啊，这个怎么说话呢？都是你要是不说话，我都不信你。在人身攻击，反正说这意思吧，哎，说这意思，就什么都明白，还没就开张了。行，开张之后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，又出什么事儿？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怎么着啊？所以我这从小到大，你也知道很不顺，对对对，一直呢让人欺负过来，哎，我也不爱理别人，哎，人家也不爱理你啊。我没有跟人交际的能力，锻炼着来呗。这怎么办？是啊，来了客人你全得管呢。啊，对呀，沙家浜你唱的好啊。是啊，来的都是客，全凭嘴一张，得会交流，也不知道什么买卖。嗯，一样啊，普通的，不会跟人家交流，哎，是是不是？对，尤其开饭馆，十客八方来，什么样人都有，可不是？你赶上一般的普通老百姓，咱们跑队了。对啊，有的那个人呢，叫什么傲客，哦，挑剔，这就你根本没法交流，是不是？哪里有各种一条毛病，不好伺候。那天让我碰见一个，是吧？坐这儿还不点菜，不点菜，他非让我给他推荐。你有招牌菜，你给他推荐不就完了？我推荐了，是吧？推荐了，是吧？他说，嗯，要给您上一个黑椒牛柳吧，本店特色，嗯，好不好？嗯，啊。不吃牛肉，哦，这个不吃牛肉。哦，我说那给您来一个手把羊排，哎，饭店招牌，好吗？不吃羊肉，牛羊肉都不吃。给您来一个红焖肘子，好吗？啊，不吃猪肉，大肉也不吃啊。没有，那我给您来一个辣子鸡丁，哎，不吃辣，哦，不吃辣，也不吃鸡肉，你直接说不吃不就完了吗？这是欺负人了吧？这太挑剔了啊！不像话，哪有这样人？就是的，给我气坏了。说什么？我是不是能讲你？讲讲。我当时就骂，哎，你这个和尚也太挑食了。一边唱着佛歌，唱什么呀？生命如此海棠，我说脾气这么好呢，好家伙，唐一猴就跑了。哎，是是是，什么玩意儿？这都没什么啊。他这时候客人还有一回又来了一个，又来一个。哎，这个看明白了，怎么着？是个女的，好女的，女的。哎，点完菜吧，给他上吧。是啊，点了一杯可乐。哎，这上面人不小心呢，沾起可乐可洒了。是吗？哎呦，你撒哪儿了你？那好不了了，知道吧？我老想那么畸形的事儿，你跟不是？你说你撒人撒人撒桌子上，撒桌子给人擦，撒桌子人这怎么办呢？啊，给你擦了吧，就是等我妈不来。哎，哎呀，这饭馆开不了几天了。这擦干净了，哎，是啊，行了吧？嗯，别走啊！啊，怎么着？桌上干净了，是啊，我这少半杯怎么办？还真是啊，嗯，少半杯啊，嘿，你这快，你这什么人性啊？这还欺负人家吗？这女的打不过我呀，这女的您就欺负人？嘿，跑了跑了，跑工商举报我，废话，嘿，什么人性啊？这又啊，生意越来越不好，活该。那天进来一个，远看就像一黑社会，我这不好惹，黑社会，哎，卷发。身背后纹着佛祖，哇，纹着佛祖，嗯，这是那和尚找来的帮凶，没听说过。不，过来，你是和尚搬来的救兵吗？
耍事儿，别来这个。那你请吧。哎，对，坐下以后也不点饭。哎呦，跟那儿笑着大爷看着我，哎呦，哎呀，一看刚跟人打完架，哇，人中让人砍了，哇，木刀砍的，你想想，肿起来，这隆起来，哎呦，哥，我赶紧过去，你说这个前两次咱吃过亏，哎，对，要不然一个也是惹不起，是是，二一个咱们也有了跟人交际一点经验，哎，啥没有，过去是不是应该去跟人聊会儿天，哎，捧几句，哎，捧人几句吧，人对不走，我说，哎呦，这位大哥。你是不是流氓啊？你这是捧着说吗？这啊，简历不错呀，哎，还真认得。我就是流氓。哎，得，怎么着啊？哎，啊，哎呦，大哥，我看您面相可真是不错。这回说的不错，我都让人打这趟了，还又说你了。别废话，抽你信吗？哎，那我哪跟您敢跟您开玩笑？您看您这人中啊，就他妈这儿肿。您有一句能说对了吗？大哥，您看您这个人中高高隆起的一条缝儿，哎，您就是人中龙凤啊。我还没知您成爷的啊？流氓傻了，还气的，是吗？哎，傻流氓！你耍我呢吧？怎么说我也是个流氓啊？对啊，你敢耍我，你就是耍流氓啊！就这语言功夫比你强多了。我说大哥，这您也会啊？啊？哎，我再给您想一个啊！还这还想呢？说一盆平平盆面捞一平盆饼，盆平平饼平盆。对对对，别废话，哎，好，来打。知道大爷上哪儿干嘛来了吗？哎，不知道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树给我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木太爷，我一棍打死，我是管杀不管埋。结来了，我说大哥你傻吧，啊，哪儿有山哪儿有树，哎，别跟人斗贫了啊，别废话，哎，祖师爷就这么教的，哎，知道吗，啊，您学死行吗，害人心窝子啊！就您这个话，您上这城里去这儿，你哪怕去个郊区的，他都讲道理啊！啊！别废话，再废话，再废话，说着话抄起椅子来，咣啷就给我砸到酒柜上了，给人摔脚了。说完话，叫这人来啊，把我垫子给砸了。你瞧瞧，砸了垫不算完，嗯，脸我也给打了。一身是血呀，哎，躺在一片狼藉当中，正在那靠，哎，加油，努力，坚韧，起来。自己多了吗？你说我这都怎么是好？哎，我这辈子也太废。你长点心吧，我怎么能倒霉？都自己做的。我现在怎么办呀？哎，怎么办？你先看病去吧。是想看病啊？我起得来吗？哎，打花了。哎呦，嗯，缓了会，嗯，爬起来，嗯，出去找医院，赶紧去吧。哎呦，上医院瞧生病了。哎呦，这可怜劲儿，哪有医院呢？哎呦，远处看啊啊，灯光旖旎，一片霓虹灯。霓虹灯，这儿是医院，咱们家医院点霓虹灯呢。它底下挂着红十字那个标志，红十字的标志。哎，霓虹灯很漂亮，嚯！过去看招牌啊，啊，写的是美美 baby 综合医院。啊，这掌柜的姓郭。姓郭干嘛呀？美美 baby 吗？这是？你不觉得这个名字跟下边那个红十字显得相得益彰吗？正是你家呀，怎么回事？您进进去，我就这儿治病去吧。去吧，我一进去挂了号，嗯，到那个诊室门口，嗯，探头往里一看呢，在我之前有这么一位啊，我这么一瞧啊，啊，你要疯了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呦，我痛快了，痛快，我痛快了，啊，我就看这坐着这么一个啊，除了大夫之外，还有这么一位，嗯，也不知是大哥也是大姐呀，嗯，反正就这么一个人吧。什么叫人八呀，啊？这个，哥长得你是不知道什么模样。怎么了？我怎么给你形容一下啊？啊，有点雌雄，
就是反正他要跟家看午夜凶铃呢，啊，那片儿从头到尾就一个景，真子都给吓回去了，这你不敢问爱爬，没鬼丈夫这个。哎呦，好家伙，长得模样太可乐了，好家伙，太可乐了，我说，哎呦，我看见他以后，我莫名其妙的产生了一种老天对我不薄的感觉。不是，这位得惨成什么模样啊？太奇特了，太难看了。哎呀，我看他干点什么呢？治点什么病呢？怎么着？你看他俩还凑合。哎呀，跟那跟大夫说话啊，大夫大夫，您看看我，我敢吗？什么大夫这是？我敢吗？哎，就是啊，大夫大夫，您病人，您好好看看我。哎，我求您来了。哎，我求求您救救我吧。怎么着？我呀，我就是从小到大我就这副模样。哎，每回照镜子我自己都吐。您有可，这太恶心了。您知道吧？您一定得救救我，看有什么办法没有？是是是，定定神。哎，定定神，您看我一眼好不好？哎，好，大夫战战兢兢啊，啊，把眼睛是睁着啊，这么一睁眼呢，怎么的？真吐。哎呦啊，微笑脸啊，是吧？哎呦，太恶心了！哎呀，长这样啊！是啊，过了20分钟吧，啊，大夫适应。嚯！哎呀，你这副尊容啊！嗯，你干什么？嗯，我求求您，您能帮我解决一下问题不能？啊，好吗？问题。我就是看自己啊，想吐。哎，您看是不是能帮帮我呀？哦，帮帮你行啊？怎么办呢？好 啊，你这样吧，啊，首先得给你换皮。我得换皮啊，现在植皮，植换肤，这个得100万吧，100万。然后呢，打点玻尿酸，这是8万块钱，肉毒杆菌呢是16000，垫一个鼻子是43000，再给你做点人工的骨骼，再磨骨，再磨皮，再削骨，点痦子，这样满打满算，你给我400万块钱吧。啊，这又是想买车了啊。真有便宜主意没有？哎，就是少花啊！便宜主意也有，这怎么没有？好吧，啊，我给你一针破伤风，嗯，一把消炎药，一把消炎药，啊，一把止疼药，行，好吗？啊，怎么这么便宜啊？这个你不是就是看着自己想吐吗？对呀，啊，我给你杵瞎了就完了。别，不愧是郭家的买卖啊！哎呀，嗯，好家伙，这病人听了吓一大跳。是啊，惨叫一声，往门口哭着就往外跑了，气的。您琢磨，我看见他哭着跑过来了，啊，我能不哭着跑吗？哎，你们就得一块哭吧。我也跑吧，一边哭一边哭。哎呀，救命啊！慈公来了！哎，一边哭一边跑吧。我说，哎呦，这太寒碜了。是是，哥吓死我了。哎呦，跑了1个多钟头。发现确实没追过来，哎，说哎呦，行了，我缓缓吧，谢谢。哎呦，老天待我不薄啊！哎，对，世上有比我惨的人，哎，对，我很知足啊！哎，得了，就这样啊！哎，你说为什么我这一生这么不顺？哎，全琢磨这个啊！嗯，小学让人欺负，是上大学让姑娘诓，嗯啊，找工作各种不顺利，哎，办一假证推假了，哎嗨，哎，别提这假证，开个饭馆嘛，让人砸了，嗯。我怎么是好呢？你好不了了啊！是不是因为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儿？肯定是这么回事啊！我从今天开始做好事，积德行。哎，对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我积德行善了，是不是能转转我的运呢？这行啊！啊，是啊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嗯，想行善就有行善的机会。哇，远处看那大哥，大哥50多岁了，哦，手在那儿转。耶，这怎么在弹弦子了？别问，这是中风。还真是，赶快过去给人送医院吧！哎，帮忙，我做个好事儿。哎，就是啊，我赶快就过去。是是是。哎呦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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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您是不是中风了？啊，什么眼神？你还中风了呢？怎么了？我这约炮了。耶！这怎么了？我这约网友呢。啊啊！好，明白了啊，这手机微信啊，摇一摇啊。手机，哎，对呀，啊，上面地球底下俩小人儿，哎，手机微信，哎，对，我说这是干什么呀？手机微信呢，这约人啊，那玩意儿，这就能约着网友，能约着啊？您也约过吗？不是少了，就这两天不是那什么，少啊？嘿，啊，我当时不是，哟，大哥啊，中风了还能约炮？不是，跟中风没关系。啊，
直接就手机游戏吐出。嘿，太有意思了，是吧？我有了挣钱的主意。你有什么挣钱？您刚才也说了啊，现在都用这个，可不是。那要是用的用户一多啊，这玩意儿覆盖面多大呀？当然了，那谁不得用啊？啊，是是是。用完之后他不得见面吗？啊，咱得见。见面之后他总得去个地儿吧？肯定的呀。你看，怎么意思啊？我开个快捷酒店嘛。开一快捷酒店，随着这个业务的增长啊，我这儿哇哇就得火呀！哎，这倒是个主意，名我都想好了。哎，是吗？叫什么？叫外婆桥。叫外婆桥啊！哎，你都广告语都编出来了。编的呀！拿起手机来，打开微信，是摇啊摇，摇啊摇，摇着了，走，外婆桥去。